但是等的时间有点久。他应该知道池文一的实力。嗯，池文一应该知道他踢点球的习惯。准备助跑，罚进了，高质量啊！这真是高质量，这是一个无解的点球助罚。因为池文一就是赌一头了，就向右侧扑。如果他贴打的是一个贴地球的话，这球甚至都有可能被扑倒。对，但他必须得选择高难度的打有一定高度的球，打上角。这个打上角啊，嗯，力量分寸之间就是踢飞和一个绝世好球之间的区别了。你要踢地面球的话，实际上就是你面前的两个死角，对，这样一个位置关系。嗯，但你要是往上踢的话，那就得有更高的高度上的选择。对，这个球呢，奥克索的力量给的太足了，又是一个高球。对，这样的一个力量啊，陈文一确实很难在扑救方面。哇，全场高喊奥古斯托。这场比赛如果说最